三十万了哈。刮刮乐彩券上三个大大的30万，彩券行老板特地放大彩色影音，真的太幸运了，刮走30万，而且得奖者是一对陆客夫妻，来台湾自由行，刮中大奖。问我讲，这敢若有得看我看吗嘞？啊，然后我就甲用甲扫描，啊，扫描了就30万安尼。我只拄啊剩2张啦。啊，结果拢迄、那个，还佫一张拢买，迄个嘛中200。老板娘说，当时刮出来，陆客也傻了，用电脑一扫描，果然没错，只花100元刮中30万。特别的是，当时这款彩券只剩下2张，最后1张也立刻被买走。啊，早一张2张无人买买啊，即阵唔免，即阵一张2张人拢爱买。中了30万，我就在台湾继续待下去。哦，好幸运的，对。超级幸运的，这家彩券行位在恒春老街，平常陆客就非常多，得奖的幸运儿来逛街试手气，第一次买彩券就刮中大奖，消息传出后买气大增，而得奖者隔天也立刻到恒春农会领奖，把旅费通通赚起来，这样的好运气大家都好羡慕。记者张淑华，屏东报道。